所以刚刚结束了我们的食物主题环节了，所以现在就来到人物主题环节。这些人物诶，可能是香港，可能是马来西亚。哦，这个很出名的，这也是很出名的。哎，没有看到，可以问。哎，我的是马来西亚的健将、明星还是政治人物？他是马来西亚的，是健将，也是政治人物，我觉得。我的。这个人他是来自马来西亚，是香港。香港的，OK，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香港明星？不是明星，很出名的，不是，是香港人，香港人。他最近几时出来政治讲话的？我觉得，就不知道，我就看，就是我对他认识的，就是有一些可能人家关于政治的 post 啊，都会帮他进来，可是。他有没有真正讲过？哎，可能他有无形中透露出他的政治立场，可是，可是可能他自己本人没有很明确的表达。不放啊！了，哈哈哈！你不要给回答，都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。你认识的吗？懂啊，你懂啊？懂啊，认识。OK，这个人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，我应该问，要这样我问啊，我这个人是不是富豪？是，雷大神，不是，雷志基，喂，终于可以问这样子，没有，就是猜，喂，没有，没有，对啊，厉害，终于猜到李小根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 CHK 有一个，终于想到真的很不错，富豪吗？富豪，你可以。猜什么？和尚恒啊，什么鬼这没有这种，我觉得反和尚恒对我来，我还没他出名，我觉得李少基比较出名。哇，OK，不用紧，来举起你的小牌牌给我们看。OK，到你。是年轻的男生，还是年轻的女生，还是比较中年的男生？生还是中年的女生，中年男对啊，中年的男生，是香港，他有什么专长？他出名他的什么？电影，你回答什么？很多东西，电影最出名，OK，周润发，对了，啊，怎么？不对，你不要乱来嘞！你是讲话讲得很认真，我都以为是同行。吓到我，以为你记错。我这个是香港人还是马来西亚人？香港。你这样快啊！这样快到我。没有，我这个问一个问题吧。又是健将，又是明星。哎，不是，又是健将，又是政治人物。有这样的吗？李宗伟。我的妈！对啊，什么鬼啊？那没猜到呗。李宗伟几时会被政治搬出来？是，我觉得可是他没啊。讲到政治的话，有些人会把他搬出来。几时？没有一个数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我还没有问那个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应该就猜了。OK，到这个，他是导演还是演员？都是演员啊，我觉得。I mean，老大哇！对了，在讲不了了。哈哈哈！那你，不能给他。这样，这位，他是一个香港男明星吗？是。喂，我猜了，刘德华。老魏，你不要猜我猜过答案呢，很不公平，你懂吗？很不公平哦！哇，很变态耶。OK，当然我马来西亚嘛，所以现在是香港的男星还是香港女星？香港男星。OK，他有他的外号什么？很多很多啊，看讲不完。讲不完，讲不完。他的外号都是这样子讲，华语的还是英语？
都是中文的比较普遍、嗯、中文的比较多。OK OK OK， 这是马来西亚，是香港，你回答没有？你不想要给他两个？为你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、嗯，马来西亚。所以我的是香港的歌手还是财主？什么？歌手还是财主？嗯，歌手啊，歌手。我老友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我觉得 我就是不懂这个人、欸、肯定懂，肯定懂，很出名，肯定懂，我讲不出来名字、欸、他什么，他谁啊？刚才讲 OK 啊 OK， 我 skip 掉这回合，不要问问题、哦、skip 掉这回合，你问 skip 掉问题、我需要你刚才讲他是马来西亚人、啊嗯、他是健将还是演员还是你的问题，健将还是演员？是叫演员还是周志如？演员。可是，我也可以是政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有点夸张啊！这个我觉得有几十来一直搬出来。最近啊，那些黄明志哦，最近我觉得不错。黄不是不是那个太政治了。等到等到你了。谁刀？我的是不是周华健？不是，他是老的歌手还是年轻的？年轻，比较年轻。哇，年轻啊！我没有听过年轻的。我真的讲不出哎、欸。还是亚瑟来，对不对 ？OK， 一个 tips 就是他的名字跟最近的新年歌有点关系的。是他最近的新年歌是什么？刚刚那个姓盛有听到吗？比龙龙龙，是来三个人的新年歌是吗 ？Trippy， 三个人的新年歌，给一个好，其中一个人的名字，他的名字是番茄。土豆，土豆，你读众生哎，你番茄不是土豆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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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新年歌 ，Steady Gang 的新年。哎呀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揭晓，揭晓。张学友。哇哇！对哦，哎，忘记这人了。哇。OK OK OK。Thank you Thank you。笑。我忘记这人了。应该是倒转的，你应该每次都是倒转的。Sorry 咯。OK， 放下。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儿，李佳薇，干得好，到你。一，我没有听香港歌；二，我更不知道现在有哪一个香港歌星很出名，很出名，很出名。应该是会听过，应该要听过。OK，Tips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团体的，那个团体是 M 开头的。很大的提升，希望不枉团体叫我。我只知道 Beyond 嘛，对 ，M Beyond 总是。对的。嗯。我一把过了去了，你不在对啊。他是，他是香港男的，香港女的，马来西亚男的还是马来西亚女的？我是不枉这个人是谁啊？对，香港男、啊。他回答。香港男的。香港男的。你是问两个问题啊？可是我回复了。嗯，我好的。我觉得应该是米小优，对的，厉害喽，厉害喽，厉害喽 ！OK， 这一轮结束了。哎呀 ，OK， 可以介绍啊，看一下我的，介绍啊，我看一下你。江朵，江涛，江涛，谁是江涛？江涛，谁是江涛？江涛，雷嘉秋，比嘉秋，幸好他后面才拿到，我们两个都很认识他。喂，你刚才讲你不好是谁？你刚才问吗？雷阿妈满耶！是我刚才跟你讲谁？香港特首。香港特首啊！哦，香港特首啊！我都不知道他名字怎么读。江头，哎呀，江头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等一下，这轮完了会播有江头的江涛的歌给你听。好 ，OK， 给了大家，我觉得这些都是香港跟马来西亚都很出名的啊。可是你不认识他的话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对香港还不够了解、啊、我不够有文化吧？对啊，
再常多一点香港朋友，要吃多一点叉烧包，就叉烧包。Moving on， OK， respect 雷加修， next round， boom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就是猜地点或者 slash 旅游景点啊。然后我们这一轮呢，我们的题目会说少至五题，来增加一点挑战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你倒反，你倒反了。哦 ，OK。为什么你们要放繁体字？很容易，我的容易啊。OK， 很容易。对，我的，你的更容易吧？我的更容易，全部都很容易。对，很容易。马来西亚还是香港？香港。哎，我这个在马来西亚什么州？巴哈，巴哈。哇，怎么是马来西亚？巴哈。这样，这样我的你是吗？欸、应该是吧。应该get到。布拉朗高一。我就是在香港什么地方？香港。香港外面呢？叫叫，我现在去什么马来西亚？香港，我的在香港的哪一个地方？给那个州还是那个地区？那个州的地区，好像马柳水沙田还是什么？港岛。我猜 Victoria Harbour。我问你们问题啊，没有关系，听吗？巴哈这样。你给我形容一下 ，OK， 马来西亚是这个巴哈这样，巴哈这样，巴哈是在。是然后的下面 是下面吗？我也不懂是吗？在哪里？你应该是不懂啊。我不是个不懂。巴哈在中间。啊，中间啊。巴哈没有，是然后巴哈然后到槟城北的那边吗？巴哈在上面一点。上面一点哦。跟定。对啊。一起啊。OK， 到你。像我这个是在哪一个州？哪一个州？雪兰莪。他不在一起了，哪一个州？哇，很好哎、欸。就是你够了，你不会。OK， 你真的不会啊？你一定不会啊！可是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哇，很好，不错。刚才你回答港岛哎，妈的！你可以再问，再要 specific 一点。港岛里面的哪一个地区靠海还是在山上面？不靠海，不靠山。哪一个地区？我问哪个地区？名字。这样你不问三个问题了。中环。不是吗？这不是地区吗？哎呦，讲笑啊，我觉得。OK， 我这款有什么？我这个是。香港啊，还是马来西亚？香港，香港。我这个地方通常他们去那边做，去那边做什么？拍照打卡，拍照打卡 ，shopping。我可以猜吗？你要猜你的。Changing Mansion。它是一个高楼还是平底？很大的空间。它 OK， 我跟你讲，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一栋建筑物，它是。你可以讲，它是一条街或者一个区域这样子。靠近紫色线，一条区域。靠近紫色线有什么？想一下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它是 Cameron Highland 吗？不是，蓝怪峰。哇，这么突然开窍哦！这样就弃权了。你还有一条？你继续问啊！你还有一条问题？你是很容易问啊，我帮你来。很容易啊，只是你我问是在哪一个州，你没有讲他不在，他真的不在州，真的不在哪一个州，不在州，没有办法，你对马来西亚不够了解。什么 JB？ JB 是州 ？JB 是州？没有 JB 不是州 ？JB 不是州，Johor才是州。可是他也是在一个州里面，那个不是在，不是在任何一个州。已经这个是真的棒很多。K 啊 ，OK 我跟你讲 OK 啊 ，OK 哦啊，他在 K 里面啊，在 K 里面啊。I go. 哦，完了 ，and 不能给他赢下去啊，完了 ，and 什么鬼啊？双峰塔，哦，赛贡，赛贡我去过两次啊，可是我不是。之后就I go 跟这个马来西亚，你骗我，你讲你没有去过赛贡，没有，不是我去过，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你讲吗？我觉得这个跟I go是蛮像啊。
像你懂双峰塔是吗？我懂 Twin Tower 吗？那 Twin Tower 那两个那个假蛋啊 ？KL 只有几个东西吧？是的，你这个边当边打我还是 Patron。OK， 所以赢的是好运。哈哈 ，Expect。所以硬逢还有胜，接受惩罚。惩罚就是给你哦，惩罚是什么 ？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玩完我们这个，你猜，我猜，大家猜猜猜 ，OK， 我们就玩完这个游戏了啦。所以怎样觉得好玩吗？有像 YouTube 你们看到那种效果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他现在自己本身体验到没有那么用力。啊，就看的时候觉得啊，看的时候觉得哇，这么这个人这样笨呢、啊。嗯，然后所以这影片播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在看你会觉得这么这个人这样笨呢、啊。哈哈然后你们有对哪一个字有一个新的认识吗？就是你像第一次认识这个东西，或者食物、人啊，或者地点啊，这样子。还是你都已经认识了？那没有吧？都是已经认识了。这样哪个是你印象最深刻，或者你觉得最难猜的？最难猜的。我觉得其实都 OK 啊，是我自己没想到。哦，是 OK 赢嘛，当然会这样说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没有，只是双峰塔不在 KL 吗？在 KL 这样。OK， 来科普一个小知识。KL 不是一个中文。Kuala Lumpur KL 吉隆坡，它是一个直辖区。行政直辖区。它不属于，因为端拉它KL 雪兰莪是这样子嘛，然后 KL 是其中一个点这样子。可是它不属于雪兰莪，所以它不是任何一个州的，它被分割成为一个行政的直辖区，所以它确实真的不是一个州，不是我们要刻意骗你还是什么。OK， 然后你哪个是印象比较深刻？我叉烧包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每次看到叉烧包，我都会自我反省。OK， 吃点心的时候我会叫叉烧包。对，否为我觉得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周星驰啊，因为只是从小看他自己长大，可是真的忘记这个人存在。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这周星驰的作品。OK， 不要打我对周星驰。哎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就 click comment like subscribe CLS。OK， 介绍你们 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。OK， 跟着我讲 comment。Like and subscribe. OK， 所以让我们在一起罗家梦，幸福内那生活苗，愿望是梦话，想昨天你共我。那个，因为我的手在。